民众一看到陈时中，动算声喊不停，热情欢迎，展现他的高人气。上礼拜哈，我嘛有来嘛哈，来个这个大家来拜托啊，真欢喜啊，看到市场实在是足闹热的，啊，菜足好，菜足青的，需要我来帮忙来做的。好龙敢讲，好，我年轻龙敢做好。陈时中不止话家常，更是诚恳请托，还有在地立委吴思瑶助力勤跑市场，候选人和摊商把钢筋也要比谁脚更勤。陈时中后脚刚走，黄珊珊接着抵达，主责市场相关业务和地方人头都熟，大打政绩牌。时钟市场是台北的骄傲，也是我们传统市场里面的五星级的市场，所以每个市场我们都要帮大家把它变成跟市东市场一样的美，一样的好。我每个市场都去过很多次了，还被议员骂说去太多次了。蒋万安展现亲和力，又是弯腰又是握手，要选台北市长的都来了。陈时中、黄珊珊、蒋万安三人错开时间，先后抵达，谁也不见谁，故装拔装，暗自较劲。编列经费来补助我们市场自治会的运作，所以未来这个由市府来负责为大家解决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黄珊珊挟行政优势宣传政绩，蒋万安则是大开选举支票。选战投票日倒数九十几天，候选人从政策比拼到跑摊贩局抢地盘拼插旗。三十六万九台北怎么了？